来一下，抬直去，抬直去。我好放，我好放东西，放平下来。放平是吧？啊。对。把那个吃的西瓜籽在这里发芽了，西瓜。不会吧？还能有这种操作？那天吃的西瓜可能西瓜又有西瓜吃了。哎呀，吃完西瓜继续吃。啊，先把那些东西搬过来，今天把这里大清理一下。啊，放安全。样子就在那里靠着，把这个全部搬一下。大哥，哇，今天不一样了。不一样。今天怎么是？衣服裤子都穿得这么整齐，全副武装。那也太累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妈的啊，好重！另外上面就放这点，这不下雨。哇，这一堆的。先把东西都整理好了，再搞，然后再扫扫了才能冲，不然不干净。风往那边吹，我应该往这边扫。好蠢，蠢到家了。郑哥，你起床了？嗯，今天腰筋不好喝。嗯，哎呀，今天这个老腰舒服好多了。今天好靓仔哇！你有啥时间啊？我到家了，蹲着不起。那烧也很疼啊，我这蹲着玩呢。晒不晒？嗯。晒不晒？把命都要去了一半。哎呀，这天气。不是这天气，是鬼天气。郑哥，你今天腰不动了吗？
把那两个小楼搬掉，你看一下，像屙尿一样。搞了一个下午，行了，我们现在去吃饭去了，拜拜。